这要说起来呀，乌克兰前线的这些士兵也是够惨的，活着的时候要卖命打仗，死了呢还要被嘎腰子。乌克兰非法器官的这个产业，这个可以说是触目惊心呐、啊，连欧洲的一些媒体又多次的曝光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张斌论评。乌克兰呢，不但是所谓的欧洲的子宫啊，是一个代孕的产业链的关键一环啊，形成了地下的这个代孕的产业链，那更是非法人体器官采摘的重灾区。尤其是俄乌冲突爆发之后，伤亡士兵呢就成了这些非法器官的重要来源。以前呢，这种事呢就多次曝光过，连俄罗斯的外交部发言人他就直接就挑明说过这些事儿。当然乌克兰这边是坚决否认了，说你这是俄罗斯在这边给我打舆论战，污蔑我乌克兰。那么最近呢，有欧洲的媒体就再次的曝光实际情况啊，在乌克兰这边变得是越来越严重，而且更加的残酷了，甚至是活摘受伤士兵的器官。欧洲有媒体就说啊，在战场上经常出现一些这个神秘的人员啊，往来于前方的这个救治点和这个前方的医院，有摘取人体器官的迹象。而最近呢，俄军在库皮扬斯克方向还发现了他们占领的这些建筑物中啊，有这个乌克兰语和英语的人体器官价目表。你比如说眼睛吧，它就要这个3万美元，心脏呢，这它就要5万美元，而肾脏呢是1.5万到2万美元，这个肺呢是5万美元。无国界医生组织啊，一年前就警告过，说乌克兰和西方医生正在从死去的乌军身上摘取器官，然后呢到黑市上去出售。这些非法集团呢，收买医生就干这些事情，从阵亡的士兵上去摘取这些器官。而且这个产业链之长，它这个垂直的下沉的之深，确实是令人吃惊的。甚至出现了什么了？就是前方啊，有人专门向这个非法人员通报这个伤亡的情况，就告诉我们这儿又有多少伤的，又有多少这个阵亡的啊，这个伤的什么时候运下去，连这种情况都告诉后边，便于这个后边呢去摘取这个器官。这个报道还称啊，有些这个重的伤员呢，其实在进入抢救点之后啊，就直接被划定为了摘取对象，根本就不去救治，就知道这个直接就把他器官给拿走了啊，这就等于是活体在那边摘除。这些尚未断气的士兵身上摘取下来的器官呢，能够以更高的价格出售，说起来这太残酷，毫无人性了。那不管怎么说吧，你乌克兰方面否认不否认的，这个都是摆在这儿的事实，否认不了。当然了，这个也不是乌克兰一家能够独立完成的事情，而是从需求那儿开始，到后边那有很多的环节要多方多地去参与才做得了这个事情。乌克兰非法移植和摘取器官的买卖，它很有可能就受到了保护和默许，有隐藏的利益集团在中间的参与啊，暴露出乌克兰体制内的腐败和这个道德的沦丧，这几乎就是反人类的事情吧。同时也反映出乌克兰政权在履行监督和执法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缺失。